有跳那个十六蹲，在台湾很红。他们是所有版本里面看起来最轻松的。谢谢，知道是多少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挑戦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頑張ります。可以六蹲，他没有问题。可以啊，他没有问题，我是很难呐、啊，我差不多三蹲就好了。那前几天有看在周星驰的 IG 看到他们有跟他见面，想问一下他们。有真的值得了解周星驰是谁，以及这个见面有这样子的感觉。周星驰さんの映画が私たちすごく大好きだったので、あえて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所以他们大家都看过他的电影。はい、大好きです。有办法举出最喜欢哪一部吗？少林サッカーが大好きです。最近有跳那个十六蹲在台湾很红，你们是怎么编排？就觉得很难跳，很累吗？もう十六回ジャンプしたり立ち上がったりする動きはもう本当にハー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とかみんなで気合ですごいいい動画が撮れたと思っています。可是他们是所有版本里面看起来最轻松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挑戦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觉得 Stacy 跳的怎么样？もう本当にすごいかっこよく素敵に踊ってくださって。今天是看到那个就是王彩华，就彩华姐本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跳 Bobby， 然后现在又看到本人的心情了，有没有交流一下？初めて会った時からすごい私たちにもたくさん話しかけ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し、あとは一緒にダンス踊れてすごく光栄だなと思っています。刚刚在后台有跟彩华姐寒暄一下吗？はい、お会いしました。这次是你就是穿自己的服装，就是女儿代替你上场。对对对对。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传承。对，就是我把《Bobby》这一首歌呢传承给我的女儿，那也非常谢谢。阿邦嘎乐迪，因为他们非常的优秀，在 VR 我们的除夕夜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共舞，我就觉得他们超有礼貌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很可爱，在台上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相当的疗愈。他们的表演，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认识，一起共舞呢，是极大的荣幸。我们昨天才回来，从巴厘岛回来，我就一直看着手机的荧幕这样。今天跳的都是之前学过的，所以我就觉得还可以，只是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他们都很厉害，所以我会压力比较大一点。很厉害，真的好优秀，十六吨哦，还是已经蹲了。十六吨，我在想说，等，我想说让婷婷可以跟他们跳一下十六吨。对，十六吨他没有问题。可以啊，他没有问题，我是很难呐、啊，我差不多三蹲就好了。